外面现在咱们来到了这条河跟前，水流也比较急，现在咱们要过河。至于怎么过呢，肯定是甩火腿过去，就靠这两条火腿过去。而且过河的时候裤腿不要挽起来，要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裤子的话，这个水浸到腿上会特别特别的凉，冰凉。第一视角让小白拉着大家过河。哎呀，这个水流好急啊。太刺激了，冰凉刺骨啊。这个品质不如阿勇的，对，阿勇的那个拿着，然后这块丢了算了。这个就没法给他又是矿料又是水冲料，而且还在这种风化过，这个有三种料子的特征，这个还有个白皮子，然后中间加了一个糖心。真的假的？这块，哎呀，真是。哦，我觉得我们眼睛都是瞎的，我们从去前面走过都没有看到，只有阿勇看到了。阿勇真的，我去，你这家伙，厉害啊！这是运气太好了吧？哎呀，我们只是在小伙伴们，咱们也要认真捡。我也在赶路呀，一眼就看到了。哎呀，完了，你要背着他又来又回。几个来回。阿勇现在至少1000块钱已经到手了。一定要认真看，咱们认真看，认真找。啊，这是不是一块？啊，这。是呀，是啊，是呀。哎呀呀呀呀！天哪，我的天哪！是啊。第二个上货的是我。这是小吗？是啊，是呀。啊，一个手把剑到了，给我打个灯，快点。那个，这都是小东西，哎呀，我。前面还有手镯呢，哎呀，这个肉细可以啊。肉细啊。肉挺细的。这肉挺细的。嗯，不错。自从阿勇捡到了，然后我就看东西我就仔细了。哎，咱继续在河滩上，希望能捡到一块糖白。哎，你捡的这个简直是个小垃圾。哎，看我这个，你看我这个，越往上越多。那这个还可以吗？要带吗？可以啊。嗯，这个糖色还可以。越往上越多。分开走河流，再找一下下。上面全是大的，我跟你说。哎。爸爸，阿勇的那两块石头拿不动，然后就藏在那儿了。哎呦，操了！我给你做了个计划啊，记得下次，哎呀，我回来再查给你。好，土坯，然后摸了就让别人拿去了啊。大家都记住。现在要把这个视频关掉，因为手机电不是那么充足。等我再捡到货的时候给大家。分享给大家，耶，冲！阿乐那块是不是？是倒是，但是是垃圾啊。